OK，非常欢迎大家回到现场啊、哦。那很多朋友可能会心里有一些疑问，说 Irene 不是说这个是成功密码呢？可是我为什么在这里面看不到什么成功的秘密在里面呢？其实呢 ，OK， 在现在呢，所有当今所有世界上的人呢，都在追求一个真正的成功啊。那当然，真正的成功不是只是一个个人的财富自由，而是呢，他希望在能够工作上呢，找到一个成就感。或者呢，他希望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呢给家人啊。那所以在追求成功的这个路上呢，其实呢有很多的造就成功的方式。可是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造就成功难道是一个努力工作吗？或者呢是他有一个高等的教育呢？那现在呢，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都告诉我们啊，在传统的社会呢，我们呢一定要接受一个高等的教育，然后呢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可是呢，现实的数据告诉我们，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现在呢已经不是努力工作，或者呢去找到一个好的这个接受一个高等的这个教育呢，你就会有一个好的生活啊。那从这个数据上面你可以看得到，现在呢每一年的平均的这个收入啊，就等于是说这些高知识分子，就是大学生出来呢，他们的薪水并没有增加，可是呢每一年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价值呢却节节在提升。那是不是我们的下一代呢，我们是不是要再考虑有什么样不同的方式呢，可以帮助我们的新的这个一年代。那传统的这个模式里面呢，除了找一份好的工作之外呢，那大家呢当然希望能够呢作为一个老板。那身为一个老板呢，在我们的这个过去传统的这个学业里面呢，或者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父母并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教我们怎么做老板。所以在每一个老板呢，他们都是呢从摸索中呢到去成为一个老板啊。那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呢，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可是在成功的人的背后呢，他所付出的时间，他所付出的健康，我们就不由而知了啊。那另外一种呢，是现在现今呢社会里面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一种加盟开店，就是去找寻一个呢正确、一个成功的一个方式呢，来去减轻我们摸索的这个时间跟我们所花的这个金钱啊。可是加盟开店，大家都知道，加盟成功的这个连锁店呢，你所要投资的金额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不是每一个朋友呢都能够做到加盟开店啊。那你投资的金额大呢，他也没有办法保证呢你一定能够成功。那要成功呢，有需要两个重要的关键，一个呢是一个时机的一个平台，另外一个呢它需要一个完善的系统。就像麦当劳它是用卖汉堡来赚钱吗？不是的，它卖的是一个系统。然后呢，你的投资的金额之后呢，他来告诉你用一个完善的系统来达成一个成功的方式啊。那当今呢，我要首推呢，当今最时机的一个平台呢，那就要讲是美商杰斯的啊。那美商杰斯呢，我为什么会说它是当今最时机的一个平台呢？美商杰斯成立于2009年的9月9号正式成立。那它成立呢，它是以一个最时机的一个时机，就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全球电子商务平台。再来呢，它呢是采用了一个全球领先的一个抗衰老的一个生物科技。那在短短的这个5年的时间呢，它已经能够拓展到100多个国家。那它如何能够拓展到100多个国家？除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它有一个成功的一个人士啊。那这个成功的人士呢，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创始人 ，OK， 我们的 founder 呢 ，Randy 跟 Randy。那 Randy 呢，在过去30-40年前呢，他曾经呢啊、哦，在帮这个 NASA 呢去设，就是等于是设计了一个网络的一个软体，那卖给了这个 NASA 呢这个网络的软体呢，他当时呢卖出来的这个三四十年前啊、哦，他卖出来的这个身价呢是大。
达到了$600万哦。你想想看哦，在以当时30-40年前呢，$600万呢，其实他已经是财富自由了。那为什么之后呢，他还会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呢？他其实在帮全球的非常多的这些网络行销公司呢，他们去设计他们的后台，所以他对于全球性的这个电子商务呢，他是非常非常的在行的啊。所以因为以他的经验呢，所以他在2009年呢成立美商杰斯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拓展，当时呢已经能够拓展了30几个国家，而且在5年的时间呢，他已经拓展到100多个国家了啊。那现在的海外的分公司呢，已经高达了30家的海外分公司。那为什么在短短的5年之内呢，它可以达到呢？那是因为呢，它采用一个创新的交互式网购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它可以呢，用最快速的方式能够拓展出来，用一个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呢，能够让这些消费者呢，变成一种消费商的一个全球最新的一种商业模式的啊。OK， 那美商杰斯公司呢，它在市场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市场的优势呢，它是以领先的一种生物科技跟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平台啊。那领先的生物科技呢，那就是要介绍我们公司的这个国际性的知名的这个医疗团队。那这个国际性的知名的这个医疗团队呢，我们第一个位要介绍的是 Dr. Jian Papa。那 Dr. Jian Papa 呢，我们称他为是抗衰老之父啊。那为什么呢？我们要称他为是抗衰老之父呢？因为呢，他是全世界呢第一位拿到抗衰老内外科执照的医生，而且呢，他自己本身呢拥有了20几项呢抗衰老的这个专利，而且他是美国呢第一任，而且是创始的这个抗衰老这个医学学院的这个院长跟第一任的这个会长啊。那在美国呢，只要你想要从事就是抗衰老的这一块呢，就必须透过了这个 Dr. Jian Papa 的这个考试，来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抗衰老的这个医生啊。那另外呢，这位医生呢 Dr. Newman 呢，他是在我们美国洛杉矶的朋友是非常有福的啊。他在美国的比佛利山庄呢有自己的一个医美中心，他跟市面上的这些医美中心有非常大的不同啊。那因为呢，他这个医美中心是专门致力研究呢这个干细胞的这个技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两位研发的这个医生。那除了这两位研发的医生之外呢，我们有好几位知名国际性知名的这个医疗团队，他们总共呢研发出来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系统呢，叫做细胞优化系统。那这个细胞优化系统呢，包括了3个部分呢，第一个是促进再生。第二个呢是延缓老化，再下来呢就是最棒的一块呢，就是能够达到能量的这个平衡啊。OK。那呢，他为我们公司带来这一整套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呢，它是由内到外、外到内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调理啊。那我会为大家呢简单来介绍我们公司的几个产品。OK， 第一个呢，我要讲到的是一个促进再生。OK， 促进再生呢，它是以一个干细胞技术的一种方式啊。那它是主要是一个干细胞的技术，可是它里面呢却没有干细胞，它里面含有的这个成分呢叫做生长因子。那生长因子是什么呢？生长因子是现在我用中文呢跟大家在沟通，所以呢大家都听得懂。那生长因子就是我们皮肤底层的这些细胞与细胞沟通的一个桥梁，所以它可以唤醒我们皮肤底层的这个一些细胞呢，启动的组织的新生跟修复的这个作用啊。OK。那要为大家介绍呢几张照片。第一个呢要介绍的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公司第一位使用产品的这个女士啊。那这位女士呢，大概在这个60几岁的这个年龄，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女人过了25岁之后呢，你的这个皮肤底层的这些胶原蛋白，包括呢这些生长因子呢，它就会慢慢的流失。那在流失之后呢，你的皮肤就会呈现了这些有细纹啊，你的眼袋会下垂啊，然后呢包
包括你的法令纹各方面呢，都会慢慢的越来越严重啊。那在使用的产品19天之后呢，大家可以从这个照片里面看到啊，这个使用19天之后呢，它改变有多大。它除了这个皮肤的肤色呢整个有均匀化之后呢，它整个下眼皮这个地方呢，它都紧实的非常的多啊。然后呢整个眼神也变成了炯炯的有神了。那第二张照片呢，我要介绍的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创始会员之一啊，这个啊 Winnie。 那这个 Winnie 呢，他呢是我们公司呢一开始的这个五位创始会员之一。那 Winnie 非常的可爱啊，因为他在这五位创始会员呢中间呢，他是年龄最大的，所以当时呢他就自己呢自告奋勇的提出说他要使用啊半边脸啊。所以在使用10周之后呢，大家可以从荧幕上看到啊，不管他是在眼袋、他的法令纹啊、他的老虎狗呢，在各方面，包括他的整个的脸呢，你都会觉得他小了非常的多啊。当时他自己照了镜子以后呢，他非常的兴奋啊，他就去找了他自己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就是一个皮肤科的医生，然后呢，去告诉他这个产品的这个好处。那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呢就告诉了威尼说，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人士啊，所以他不能只看一个表面，所以呢他就是拿了一个精细的这个仪器呢照了他皮肤的底层。从他的皮肤的底层呢，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在没有使用前跟使用后啊，这个感觉呢厚实度差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过了这个年龄，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就会变薄，在变薄的过程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皮肤底层的这些血丝啊，那也可以看到你的就是这些黑头白头的现象。在使用10周之后呢，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厚实度差多少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可以看到亮亮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呢那个就是胶原蛋白啊。那这个胶原蛋白不是一般的胶原蛋白哦，它呢是 baby 的胶原蛋白。所以当时呢这位医生呢非常的惊讶哦，以 Winnie 呢60几岁的这个女士来讲呢，她是不可能自己产生胶原蛋白，更别说是 baby 的胶原蛋白。所以呢她当时呢就加入成为我们公司的经销商，现在也是我们公司非常成功的这个经销商哦。OK， 那第二个呢，我要介绍了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产这个灵魂产品啊。这个灵魂产品呢叫做佩泉精华。那佩泉精华呢是一个复方的这个产品啊，它主要的成分呢是叫做白藜芦醇。那白藜芦醇呢是在2003年呢，这哈佛大学有两位呢在研究抗衰老的这两位医学博士呢，他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呢发现呢，这个法国人跟美国人一样是吃红肉、吃高胆固醇的东西呢，那为什么法国人就没有这么多的心血管的问题啊？所以他们就发现法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他们喜欢喝红酒。所以从红酒里面呢，他们去研究、去提炼出来，发现在红酒里面有个成分叫做白藜芦醇啊。这个白藜芦醇呢，它不但可以呢成为我们血管的这个清道夫之外呢，它还可以启动我们身体里面呢叫做长寿基因啊。那这个在他们实验过程里面呢，他们发现这个动物啊，在使用白藜芦醇跟没使用白藜芦醇呢，它每一个动物呢都可以延长寿命啊，超过5年以上啊。所以他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他也发现呢，在人类身体里面呢，其实也有这样子相同的基因。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会讲说，哎，某某家族呢是一个长寿基因，某某家族是长寿家族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长寿基因呢是被启动的啊。那这个白藜芦醇呢，它就能够启动你身体里面的这个长寿基因。那我们佩泉精华里面，除了这个主方白藜芦醇之外呢，它有一个配方。那这个配方呢，是包括了7种以上的高抗氧化的这个产品啊。那这个高抗氧化的产品，再加上了这个白藜芦醇呢，所以可以让白藜芦醇的功效呢高出40到60倍啊。在过去2年呢，台湾的荣民总医院呢曾经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就是在癌症的病患在治疗
疗癌症化疗的过程里面，加上了这个百里芦醇的搭配啊，可以让化疗的治疗过程的成效高出了60倍以上啊。那现在在台湾呢，这个百里芦醇已经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这个保健品了，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呢，或者在电视媒体新闻报道，就争相在报道这个百里芦醇这一块啊。那刚刚所介绍呢，只是我们公司的其中的两项这个产品啊。那这两项产品呢，它呢只是我们公司的这个由内到外、外到内整个系列的这个产品。那它是一个未来科学的一个产品，不管你今天使用或不使用，这个公司呢都一直在成长。那相信在线上所有的朋友都希望能够知道，那这样子一个成功的一家公司，我们如何能够踏进这个成功的这个步伐啊？那我就要为大家介绍第二个关键，你如何能够成功？那你成功的步伐呢？你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系统。那这个完善的系统呢，它能够让你的，就像我们人生的一个导航仪一样，它可以指引你走到一个正能量，而且呢，它会给予你正确的知识，给予你一些你要创富的一个工具，然后还包括它给予你非常多创业的讯息啊。那这个 US 创富系统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这些知识呢？第一个呢，它可以教导你如何去复制成功的方式。第二个呢，它可以提供全球性交流的这个平台啊。第三个呢，它可以有效的工具呢成就你的事业。那这些有效的工具呢，都是已经印证成功的，有许许多多成功的案例。那这些成功的案例所使用的方式呢，它可以帮助你成就你的这个事业啊。那在这个 US 创富系统里面呢，我们除了可以啊用这个方式来去教导你成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环境呢，可以提供你自我的成长啊。古话有一句话说，学到老人到老呢，你也要学到老，这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环境啊。除了这个正面的环境呢，我们呢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成功的人士，那这些成功的人士呢，他会带给你呢非常正确的一个指引啊。所以这么完美的一个组合，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生物科技，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商业趋势呢。那再加上一个完善的 US 创富系统，那你就可以启动一个全球的一个财富。那如何来启动一个全球的财富呢？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只要两步路。第一个呢，就是加盟成为一个加盟商。第二个呢，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最佳的套装啊。那加盟成为一个加盟商呢，那这个公司呢会给你一个个人的一个网站。那这个个人的网站呢，它有多种的语言呢，高达14种以上的一个语言。那同时呢，它会给你啊，你要成立一个创业呢，你所需要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办公室之外呢，它给你一个美国的独立的资金账户。那这个美国的独立的资金账户呢，你不需要在美国成立加盟，你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你加盟成为我们公司的这个网店呢，你就可以赚取美金。那当然呢，他给你一个个人的网站呢，他就会给你一个全球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购物车啊，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网站呢发送给你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朋友呢，他们从你的网站呢，他就可以去了解我们的公司，购买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了。那第二个呢，你就选择一个最佳的套装啊。那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领先这个世界市面上呢所有的产品5年到10年，它是一个未来科技的一个产品。那你假如想要去享用成为这个产品的受益者的话呢，那你就选择一个体验套装。那你假如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这样子一个棒的一个创富系统，你要选择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商业的这个经营者的一个套装，就是一个商务的套装啊。那这个商务的套装，你选择成为我们公司的加盟商了以后呢，你当然第一个想要知道是，那你如何来去赚取一个全球的一个收入啊。
那我要介绍呢，这个全球的收入呢，它分为五大类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消费的收入。那这个消费收入呢，就非常的简单，就是买低卖高。那只要你把你的网站呢发送给你全世界所有的朋友，他只要在你的网站去购买，你就可以去赚取中间的差价。第二个呢，就是推广收入。这个推广收入呢，是现在所有的传统生意呢都一再的在推广的，就是他们把过去呢花了很多的这些推广的这些费用，就包括了这些媒体的广告代言人的这个费用呢，全部省下来给了谁呢？给了你跟我，给了所有爱用这个产品的这个朋友。所以当你把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好的这些反应呢去介绍去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呢，只要你的朋友在你的网站去购买一个套装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拿到这样子一个推广的收入。那这个推广的收入从25块到500块不等，而且呢它没有限制你能够赚多少钱，你想要推广多少钱多少人呢，你就可以赚取多少钱啊。那当你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你在推广的过程里面呢，你就不知不觉的开始有了你的市场。那你在世界各地呢的市场呢，你只要推广的越多呢，你的市场收入就越多。只要你把你的网站呢去介绍给我们公司的这个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呢，只要他们在你的网站里面开设网店，成为你的这个经销商或者成为你的客户，那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市场收入啊。那因为这个市场收入它是无限延伸啊，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国籍，所以我们公司呢它会设了一个顶点啊，就是这个市场收入每一周呢最多只有26,250块，这样加起来的话呢，它是超过了10万块美金的啊。那除了这个之外，您假如觉得这个金钱还不够的话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收入叫做管理收入。在过去传统的生意里面，你要赚取这个管理收入，你可能要投资啊上百万上千万的这个资金，因为你要开连锁店，而且你要投资不只是钱，还要投资你的时间。那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能要飞到世界各地去管理你所经营的这些网店。可是在美商杰斯，你不需要自己亲力亲为的去管理你这些网店，你只要把你的朋友把你的网店啊，把你的连锁店把你的经就你的伙伴呢投入在这个系统里面，只要把他们带入这个系统里面，由系统来帮你管理，那你唯一要做到的就是将你的连锁店进入到系统里面。那这是非常简单的啊。那这个管理收入呢，它有20%到15%，就是你每一个经销商，你每一个推广出来的这个网店，只要它有赚到钱，你都可以去分享。而且这个分享呢，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是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有去分享到，你有去经营到，那你就可以去赚取这个管理收入啊。那再下来是每一个经销商呢都希望拿到的，那就是一个全球的分红。那这个全球的分红，当你到达了我们公司的钻石或双钻以上的这个总裁呢，你就可以去分取全球的分红。公司会把全球的业绩的3%放在这个 founder pool 里面放在这个 diamond pool 里面呢。那这个 diamond pool 里面，它每3个月分一次 ，OK， 每3个月分一次呢，在我们这些钻石级的这个领袖里面呢，有一些钻石的领袖呢，在每3个月分一次。他可能可以赚取到他可能可以去购买到非常高档的车子，或者呢他可以呢去投资在不一样的房地产，或者投资在不一样的这个产业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全球的分红这个资金是会有多大啊。那再下来呢，除了这个奖金之外呢，我们公司的老板真的非常的大方啊，他还会免费犒赏努力的这一些经销商。只要你达到公司的这个要求，你可以每一年呢免费出去旅游2次啊。那这2次呢，不是像我们过去呢，我们出去旅游呢是非常高兴的出门，可是回到家当你收到账单的时候呢，你大概会非常的伤心啊。可是呢在美商杰斯
实他们所谓的免费招待，那真的是你都不会不用不需要花任何一毛的钱，公司将招待你去旅游五六星级的这个旅游啊。那回来之后呢，不但没有消费，还有收入。那这就是我们公司呢所有的这些介绍了。那今天呢，这个事业说明会呢就到这边了。那在线上所有的朋友，假如说你今天觉得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卓越的这个事业，你想要为自己开一扇门的话呢，那你赶快去问问介绍你今天参加这个视频的朋友啊，那你就可以呢掌握你的未来。然后呢，每一个成功都是一个决定的开始，现在就是启动你财富的钥匙了。那今天谢谢在线上所有的朋友呢来参加今天的这个事业说明会。那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把你的朋友介绍像今天一样来到这个会场来去听这样子的一个事业说明会。我们每一个星期呢有三次的这个中文的这个事业说明会，那你想要了解呢这个事业说明会的这个时间呢，你可以去问问邀请你来的这个朋友，或者去问你当地的这个领袖，他们就会把这个讯息呢发给你们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一月份呢，在台湾也有这个我们这个系统所举办的这个爱默大师的这个培训。那在美国的话呢，会在二月份呢，或者在2月24号、25号，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培训。然后在加拿大呢，在2月份的26、27呢，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培训。只要你把你的朋友带进这个系统，由系统来帮你管理。